黄嫩嫩的蒸糕散发着刚出炉的香气。约160粒的金瓜糕是麻市 B 区的慈济志工为筹募静思堂建设基金的义卖会尽的一份力。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做，我们也和和互协，在座的当然我们大家都很发誓，而且能够帮到静思堂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敲鸡蛋，放乳料包及配料，最讲究的还有火候。张琴英花了3天准备500粒要义卖的茶叶蛋及40盒素菇醋。做义卖不要紧啊，有多少也看人力有多少就做多少。西加莫慈济志工也早在义卖会前动员社区志工，花了3天包裹约350粒娘儿素粽。因为我们做粽子就要10多20个人这样，大家可以聚会在一起。志工发挥厨艺，为义卖会献力，为静思堂尽心。大爱新闻，徐伟婷、苏信怡、郑雅丽，马来西亚麻坡报道。